Hello，Hello， 啊，好嘞 ，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三个妹子，今天叫了三个妹子，不过不知道他们打得怎么样，感觉他们都好高冷啊，你们叫啥呀？我感觉好有点尴尬啊。你应该先就是给我们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你来一个打个样，然后我们再跟着你这个样走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条小短短。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猫又又。啊，猫又又啊！我是比心的猫又又，你知道我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我呀？肯定知道，我有看过非常多你们之间一顿狂笑的视频。就是你的声音特别的魔性。哎呦，一顿狂笑的视频。不是你这个声音太魔性了吧？啊，你是哪？你是猫又，你是几号啊？蓝色的那个。三号。OK， 阿豪你叫啥呀？我是来自比心 APP 的，我叫 K， 我是阿豪的。K， 你个女孩子取这么 man 的名字？对，因为我想保护你。好 ，OK， 看来你是一个非常高冷、非常技术的玩家，我知道了。四号呢？四号你叫啥？哦，你们俩的声音真的好小，你们的声音小的有点过分了哦。你的声音小的，现在大了吗？大点声！现在够大了吗？稍微大了一丢丢吧，现在还是很温柔。哎，跳这吧，要不我们先跳吧，太温柔了吧你这声。不过他们都，对呀，啊，你这个声音有点太小了。我的声音现在可以吗？感觉你这个声音还没有我这个游戏里面的风声大。我怕我声音太大你受不了。这样可以可以，就这样挺好的。哦哟，好多人哦。哎呦，你真的好多人啊。猫又啊，你说话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他们两个声音太温柔了，你知道吗？听完他们说话，然后你一个哦哟，就好像有被嫌弃了。就好像写的还有点像。哇，厉害。哇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先挖一下。围墙应该在救队友。我帮你补了。哎，有人打你，他就在那房顶，还有雷波断他。这里有人，挡一个。哇，好像一个冷酷的杀手，真的就用这种很温柔的声音说出这种很残忍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倒一个，死了。房顶有人，死了。围墙，在哪呢？对，OK。哦，三四零，看到了。我有点害怕。在你面前。我也有点害怕。哦，他关门了。小心，我跟他下去。哎，要不我们几个人一起莽他吧。他就两个了。他上楼了，上哪个楼？上屋顶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阳光已经折射到他的影子了。影子了。这一波可能冲上去，我们两个要倒在这儿。没事，我在后面。哎呀，牛批！哎呀，混了。猫鼬，你厉不厉害？我不厉害，我。那我们再怕。人多多水。啊！哦，啥呀？往这边来，往这边来。这是谁呀？过来了，听到了。二楼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到这边来了都。哎呦呦呦。哎，面前，楼梯口。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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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。哦，快！不是，我这一步就一滴血啦，不怪我。妈哟，上吧，慌不慌？加油。哇哦，你们的尸体。我跟你说你现在到外面那个阳台那里，顺便还是偷一波。你应该不知道阳台在哪里吧？在上面走来走去的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，你随便玩好吧。你往你后面看，你后面有个门。对，你走这个门，哎，从那里上去。我去，他们会不会跳下来偷走我？我刚刚就余光瞥到他那么一眼，他就把我弄醒了。哎，这个人没声音，他走路。我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。哎，不过这一波的话可以看出啊，这个队伍的就是那种实力已经分布出来了啊，是吧？我们两个等一下走一坨就好了，我们两个负责扶人，他们两个负责杀人，好吧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